把他们拖下去，扛住机车，没法动了。嘿，你愣着，开枪，把他们打掉。 再躲一个隧道，我就能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拿好你的武器，开枪，快！坚持住，争取在下个路口甩掉他们。 又一次死里逃生，啊！又一次死，完全不知道。我可不想，要是有个汽车，这个破地方，不但没找到我想找的人，还差点把自己的命搭在这儿。啊！希望我们有运气找到离开这儿的办法。 闭嘴！我不要逼我，再不走，我就开枪了。凭什么要多带你们这些累赘？别紧张，孩子，是啊。
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。